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儿编织。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弹性花的棒针花样。这款花样编织出来极有弹性，很是精致的一款花样。它是四针一组花，片织就齐，四的倍数就可以了。花样是四行一个循环。下面为大家示范一下。我们来看第一行的织法。编针，四针的花样针是两上。两下，重复这四针的组合，两上，两下，还有一组，两上，两下，重复到最后剩两上，编针。第二行，编针，看到下针我们就织下针，看到上针织上针，重复的四针，也就是两下、两上循环去织，还有一组两下、两上，重复到最后剩两下。编针，第三行，重点我们就在第三行，编针两上，先织一个左上二并一，不要脱落，这是两针，我们再织第一针，再织一针下针，一起给它脱落就可以了。重复这个组合，再来看一次，两上，先织左上二并一，织过去之后不要脱下来，然后第一针我们再织一针下针，一起给它划下来，还有一组两上，先织左上二并一。接着第一针，我们再织一下，重复到最后两上，编针。来看最后一行第四行，同第二行是一样编织，也就是两下、两上循环去织，两下、两上。重复两下，两上，重复到最后剩两下，编针，花样就完成了，很简单吧？重复往上编织，大家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样，特别漂亮，很细腻的一款花样，然后看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再见。